Scratch 简介。首先，什么是 Scratch？ 我们在搜寻的输入框里面打下 Scratch， 你就会很容易找到 Scratch 的官方网站。好，这个官方网站它是 EDU 的，所以可见它是属于教育类的。MIT 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他们所设计出来的一个程式，它是免费的，然后它可以协助大家完成互动式的故事、电动玩具的动画的设计，而且可以在线上和他人分享。 Scratch 最主要帮助这些年幼者的人做什么事呢？他可以学习创造思考、系统化推理以及团队合作，这些都是21世纪生活必备的技能。所以 Scratch 对小朋友来说相当有帮助。那 Scratch 适合8岁到16岁，这是他写的，8岁到16岁的小朋友而设计的，任何年纪他都可以使用。那它的结构性是，它可以用积木式的方式协助初学者或者年幼者，不需经过繁复的程式语言，你就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心里想要的一个作品程式。所以有空可以来到 Scratch 官方网站来看的，有很多不同小朋友或者是其他人的作品。